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这个是基隆市长谢国梁的罢免投票案，在今天登场了。好，当然目前你可以看到票数持续的开当中，不过不同意票85642票，同意票是69742票。现在看起来呢，大势已经底定了，这个罢免案是不会通过的。好，谢国梁呢6点钟已经抵达国民党基隆市党部，即将要上台发表谈话。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最新。 现场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其实有包含这个口号声啦、加油声是不绝于耳的，因为现在这个罢免案没有通过。 当然呢，在今天其实基隆天气蛮好的，投票率其实也蛮高的。根据了解，大约是45.35%左右。这个在罢免的投票率来说呢，是蛮高的。所以说呢，现在不同意罢免这个部分，对国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当然，现在哦，谢国梁即将要发表谈话，我们带你一块持续掌握。感谢有您，我们走到了这一刻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一起。 在为谢国梁加油！大家说好不好？好！谢国梁，加油！谢国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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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请好朋友报告，我们这一场选战已经顺利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基隆市民。今天的结果不是属于国良一个人的，是属于全体基隆市民的。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的市民朋友对于基隆的未来所做出的选择，我们要深深的感谢。我们对于基隆民众，我们一定会用生命来守护大家。容许我用深深的一鞠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在这一场的选举投票当中，我们最感谢的就是全体的基隆市民朋友，但是除此之外，大家也都有看到，在这几个月有多少的同志伸手相助。我首先要感谢我们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以及他所带领的中央团队运筹帷幄，协助基隆，让我们顺利的打赢这一场选战。再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国良，谢谢朱立伦。除此之外，包括前总统马英九总统，刚刚我在车上还接到他给我的鼓励电话，感谢韩国瑜院长陪我车队扫街，感谢秀燕姐卢市长陪我沿街拜票，感谢万安市长为我冒雨助奖，感谢侯市长跟张善政市长，每一位都是多次来到基隆来协助基隆度过这一次的难关。我恳请在座所有基隆的乡亲长辈，用您的双手来谢谢我们这位这些好同志好朋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这一次的罢免的公民团体，我们也要表达诚挚的感谢。其实这一次的选举他们并没有输，基隆的公民、基隆的市民更没有输，因为我们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完成了七十几年来从来都未能完成的罢免投票。我也在这边跟大家来承诺，我们一定会用谦卑的态度，在未来持续的跟我们公民团体表达密切的联系，在每年的第四季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到市政府做深入的座谈，共同商讨如何改善基隆的市政。我在下周也会亲自的打电话给我们的罢免领衔人戴景安先生，亲自的去拜访他，跟他一起讨论如何让基隆的市政能够更好。在这边我也要借着我们的支持者好朋友的双手，谢谢一下这些公民团体，好不好？前卑施政，基隆向前。我想让大家挂心已久的罢免案已经正式结束了，从明天开始我们会持续的努力我们的市政工作。我们在电缆地下化，我们要持续推动东民路、孝山路的路段，我们所一直挂心的骑楼整平，在今年的第四季也要开始在庙口地区，在爱三爱四路开始进行沟通跟铺设，并且我们市府也将在明年规划打造第八座室内儿童乐园，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在基隆过上快乐的生活。所以请大家做我们的后盾，继续给我们市府鼓励，继续给我们市府鞭策，让我们把市政工作做得更好。大家说好不好？好。最后还是我要来深深感谢我的上帝。谢国梁，加油！谢国梁，加油！基隆，加油！基隆，加油！谢国梁，加油！谢国梁，加油！国梁，国梁，谢国梁，加油！加油！加油！因为跟大家报告，这一场选战的确它的过程并不是非常的容易，但是我的信仰也一路扶持我，让我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也希望他的爱能够充满了这座城市以及所有的家庭，我也希望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抱歉哈，我只要讲到这些我都会特别的感动，但是我想也要谢谢大家，选战已经结束了，我们日子要回归正常。其实我说一句我的心声，我们市府团队在这几个月并没有被这场罢免去拖延到、去影响到，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在做我们的工作。但是我想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用更正面、更快乐而且不顾一切的态度继续推动我们的基隆市政。最后还是让我深深的一鞠躬，谢谢在座的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基隆，谢谢基隆，谢谢友爱城市，感谢有您，友爱城市，感谢有您。我们再一次帮谢国梁市长加油好不好？他要继续把爱、继续把希望在基隆落地，继续发展基隆。谢国梁加油，谢国梁。
谢国梁，加油！谢国梁，加油！谢国梁，加油！国梁，国梁，谢国梁，加油！加油！加油！基隆，加油！基隆，加油！基隆，基隆，基隆，加油！加油！加油！我们邀请台上所有的好朋友，手牵手，心连心，让我们一起，接下来为继续为基隆努力，为继续。您可以看到谢国梁在台上的时候最后哽咽落泪，他哭了。好，当然呢，想必一切走来真的是点滴在心头哦。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乍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